本期讲解一个虚拟电商项目详细拆解啊，兼职全职都可以做，每天单账号300以上，轻轻松松的项目啊，虚拟电商项目在家就可以操作。这个项目可以为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，可以当做兼职副业，也可以当做全职来操作。课程包括什么是虚拟电商，两个必须运动的工具，可以操作的虚拟产品有哪些，建议新手做的细分目录啊。新手选择细分类目的方法1、2，还有这个新手如何选择蓝海产品核心啊，产品选择好了才可以赚钱，选择不好的话是不一定能赚钱的啊，所以说选品是非常核心的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7节视频课程讲解非常清晰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在来头上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虚拟电商项目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